肉是鸡的吧？今天我们来自海岛 2.0 的首次挑战，落地第一把枪吃鸡。不是我跟你们吹，就监狱这个地方，更新之后我也是来了很多次。按我多年的经验，运气好点，落地就有 DBS， 运气稍微差点，那也得有个冲锋枪。所以今天的挑战我根本不慌的，好吧？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落地的第一把枪是什么。一个一级包，边上好像是个二倍镜，还好还好。等等，这个什么鬼，竟然是把左轮手枪。要说这把枪长的形状跟向右枪很像，倒是侦察给看错了。朋友们心态崩了呀，要是给我把别的手枪还好，还给了我把最难用的手枪，光子这两子咱们结下了。等等，有脚步。兄弟们，他要是别的枪，咱们这会儿可能就没了。可惜呀，是个喷子。老弟呀、啊、老弟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呀。不知道前面那个芝麻大小的敌人你们有没有看到，今天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算了，还是打后面的吧，目测这两个都是人机。哎嘿，命中一枪，就这么远的距离拿左轮打中人，我觉得可以吹一年了。那么还是直接开车过去撞死他吧。嗯，前面还有一个。等等，左边怎么还有脚步？就这两声喷子，目测是个真人，可惜呀、啊，碰上了我。哎呦，还有三级奖呢，可以可以。接下来就到了大宝的打靶时间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拿左轮当狙打的。不要觉得我是在打空气，好吧 ？No， 你们看，这确实是有敌人的。我是真的不容易，就这么硬生生苟进了前五。现在对我威胁最大的就是香波支队人了，其他的都是独狼，不足为惧。咱们就只需要悄悄摸过去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哎，想想就很舒服。这时候再采用无声步伐，悄悄摸上去。哎，算了，直接上吧。哦呵，两个小老弟，先偷袭一手。糟糕，第一枪没打中头。兄弟们，我太难了。